大家好，我是陈乐荣。这出戏是我跟果陀剧场合作第20周年纪念的一出戏，我也很高兴是这样一个充满爱跟温暖的作品。虽然我自己不是教徒，但是可以写到这样一个有宗教背景的题材，能够带给大家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里面一点点的希望，让你相信一些什么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同时我这次看了演出，也真的觉得不管是晨晨也好，聪聪也好，大家都拿出了所有的努力，要带给大家欢乐，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。请大家支持《冒牌天使》。